来，快，还没救回来，怎么办？我护盾，好好，弹回去了。快点，你们两个加油，快点不要死。这个游戏应该大家都有注意到吧，对不对？今天开 Google 的分页就有这个小游戏哦。那我去查了一下啦，这个小游戏它可以玩到27号，这三天都可以玩，一直过不了第二关，靠腰，是不是要自虐了？那用手机玩可能比较方便哦，因为它这个画面嘛，护盾很强，用护盾玩到第一很多次了。OK， 那一开始呢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要出这个爆米花主题啊。那它当然是为了纪念爆米花啦，可是根据历史记载，应该爆米花是没有确切的发明日期的。南美洲印加啊、玛雅啊、阿兹特克的文化那时候就有爆米花了，其实很类似我们以前的蹦逼胖，西方的爆米香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是爆米花嘛。那为什么会特别选在25号？其实是26号，泰国在2020年破了世界纪录梦幻嘉年华，他们有一个世界上最高的大约6公尺高的爆米花机，使用方向键移至目标位置。那用手机是用滑的嘛，对不对？这要用什么玩比较方便啊？避开弹丸，弹丸论破是吧？好，弹丸接近时呢，按下空白键即可发动技能 G。 啊，战到最后没爆开就赢了，爆屁。那玩法非常简单哦，总之就闪避然后躲到最后一个嘛，玉米大逃杀。我们现在还是玉米力单人哦，先试试看不同的技能不一样哦。丢接弹丸，这个是大力士是吧？英国大力士哦，可以反射，选护盾的比较好是不是？然后我们每个都可以玩一次啦。这个是治疗哦，吸星大法准备完成，正在集结玩家。可是它不是单人游戏吗？所以我都打电脑是不是自嗨用的？怎么样？这怎么有人一开始就直接技能啊？哎，躲在人群之后啊，也非常可爱的游戏哦。Google 不务正业啊，大家最开心了。还记得冠军岛运动会的传说吗？那应该是我上一个，我仔细想想，冠军岛运动会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上一个最高的流量高峰哎。从那之后就应该没有再回到那，就没有再回到那高峰的流量了。你就会暴毙。哦，顺利通过关卡。哦，我已经消耗了滴血是吗？技能可以一直用，有冷却时间。哦，梦幻嘉年华，对。它是有点类似里面都是巨人的建筑的感觉吗？哦，这是什么糖豆人玉米版啊？哦，玉豆人、小米人，哇，他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下冰雹？哦，所以他每几轮会出现一个大招是吧？要来了啊！放早了，你爆开了，我就会爆毙。哦，那个是还没有碎掉的岩块是吧？这一次我们来换个角色看看治疗哦，不同的关卡4个阶段，应该先单人摸熟了之后再去玩多人吧。第一个最好用可以回血哦，可能玩哪一个都可以吧。好，我们现在是金玉啊。哦，是要来的时候要吸是吗？哦，这样吗？啊，那我这样是不是白痴？哦，靠近的时候吸啊。不行，不能从背后吸。哦，这样子。啊，主动接招欸，这一颗为什么射那么快？为什么那一个射那么快？刚有一发高速炮弹啊。啊，打不赢就加入他们。多人可以用连击来组队哦，打不赢我就叫你们啊。哦，他是几人一组啊？哎，不对，是组队然后爆队吧，彼此 PK 吧。岩啊，冰岩。
等一下那个要下雨了，我们就来吸一下。哦，不是，是每五次吗？哦，不是哦，它是不定时的吗？六次哦。这样有吗？没有。靠！我想要主动吸一下呢。啊，这要怎么算？我是按快了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练习练习。好，丢接弹丸啊，丢敌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不要忘记点个赞哦。哦，这是可以用来阴人的，是吧？我先把其他人给灭掉。那这样子我会崩，那这样子我会被攻击到吗？哦，哎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很快的炮弹是别人丢的。哎，有没接到吗？接话发。哦，这样就有接到。哦，有，我丢到人了。有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个人太厉害了，我秒丢他秒吸，哎，结果死了。可能不适合我，我觉得我还是用防守型的好了。美国人啊，是真的很爱吃爆米花，他们一年要消耗140亿公升的。那其实电影院的收入主要来源啊，都不是来自于门票，哦，而是来自于他们卖的这些周边，还有那个零食饮料什么的。我们去电影院可能会吃很多其他种类的东西啊。我还可以弹开哦，哦，护盾也可以把弹子给弹开啊，哦，这样第三个角色不就弱掉了吗？啊，护盾能挡伤害，而且子弹的反弹，对啊，直接碾压吊打第三个角色嘛。第三个是用来破坏友情的，会浪费。哦，有，我阴到，我什么？还挺完善的呢，只不过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可能要加强一下。Google 小游戏用心做起来真的可以玩很久啊！你们想想看，当初的那个冠军岛运动会，它是一个蛮有规模的 RPG 游戏啊，可以玩半天吧。尤其是如果你卡关的话，哎，我挡到第一下了，这个天上撒盐要怎么躲啊？这淘汰率也太高了吧！他要来，要来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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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躲了第一个，哎，这怎么办啊？一直躲就对了，不要想着用技能来挡哦。所以从头跑到尾是吗？撒盐哥啊！哎，如果 Google 每周出游戏，我这个频道就有救了。你们不觉得吗？哦，这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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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原来撒盐是这样哦！我看到他射了，哦，我看到那个莲蓬头出水了啊！这不是重播画面啊！不，各位可以准备宵夜了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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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哦，这绕圈，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射了，又射了！哦，绕圈。哦，让他严禁冠王。哦，顺时针跑啊，不是逆时针，反方向的钟。哦，哦，哦，榨干了，有有有有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哎，那这次真的蛮耐玩的呢。哪怕你只是想要免洗玩个一下，你可能都要花一些时间啊。剩两个是怎样？要吃鸡了是吧？这什么？我是萌新啊！哎，欸，这是怎样？好可怕哦！这到底是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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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到底是不是人啊？哦，这什么？接着鸡鸡棒，鸡鸡棒！我你死！我已经好奇了，糟糕。哎，他的哎，可以证明应该是电脑没错，他处在原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看到最后一关啊！哎，不是这样的，剧本不能这样写啊，挺突然的，由于游戏啊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炸开的啊。下场呢，就是留在那个底部啊，被丢掉。微波炉超难哦，组队。AI 一起玩吗？好，不然我们等一下一起玩好了。我先看看，我已经死了一大堆人哦，哦，灰飞烟灭，啊，化成粉碎。哎，我觉得其实多人，对啊，这是 Meta 踢零脚啊，结果比单人容易，连火都没看到怎样？队友可以让我复活，还有队友什么东西啊？哦哦哦，队友，这什么东西？要扶队友起来啊！原来是吃鸡哦。哦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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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哦，他海边有射完就可以了。啊，赢了呢！等一下，现在要看到微波炉是最难的，我发现了。啊，游戏结束，什么东西啊 ？What the？ 我刚进来，怎么就站到最后了？这什么东西？这 bug 吗？哦，发生错误啊！哦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对，又赢了呢！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你们都在乱玩是不是啊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死了啦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哦！拜托，让我看一下微波炉好不好、啊？这火焰它最后的自爆是什么啊？快点自爆好不好啊？快快快快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挺吓人的啊！这个都比较能侦测哦。哦，这什么死亡光线？来来来！大招是这个啊，然后最后他就没了。这没办法，因为我不知道。我本来是以为他要这样子，然后下一个是斜的。咻！嘣！只要你真大声，我是听到安尼啦哦。咻！啊、靠，要宕机哦。这不是电脑吧？可以聚集在这边刷表情，还是电脑吗？我不相信这 AI 有这么聪明啊！所以不是电脑，各位，这是单人游戏啦，因为多人是组队啦，对，是活人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一开始还以为都是电脑生成的，毁灭十字光，哦，跟着他动，跟着他动，他会玩，他会玩，哎，哎，我怎么死啊？延迟啊！重点是你要看到微波炉，你还要遇到比较多会玩的人呐、啊，不然没办法。他多人组队，结果二十几个就开局，很奇怪啊。结果单人要60个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哦，他那个很会玩欸，他狂吃火欸，他不死足欸，那个很会玩哦。他在那个火焰生成之前就把那些给吃掉了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，要来力，要来力，内圈内圈内圈，哎哎哎哎，内圈！啊，你就会暴毙啊，你没了，你才没 baby。这个小火苗应该不能碰吧？为什么会吗？会死吗？我不知道。靠呀！嘿嘿，啊，我不是过了。我想说那个火苗会不会怎样？不是，我不是过了吗？本来可以看到微波炉的，好观摩一下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就我前面有过关，然后我碰到有扣血。但是我以为不会怎么样，这游戏会让爆米花销量大增。Google 的业配啦，原来是这样。可以打字的话，就跟大家讲说，哎，我们一起看最后一关好不好？不要杀人，要到最后一关比拿第一还难，对，超奇怪的。啊，哎哎，不是吧，兄弟，你真的太逊了，你就不能让我看一下微波炉吗？哦，很烦呢、欸。第一次玩吃鸡游戏会这么希望多人存活一点，微波炉的大招是一定会死人吗？我感觉，不然的话没办法过滤出冠军呢、啊。哦呦呦，知道了，这样子我就不会死了。OK OK OK， 哦，狂吸啊！打 2 hours later， 好，不然试试看吧。如果你们觉得有把握的话，要尽量撑到后面哦，然后尽量不要害死人。我们一起看微波炉啊，跟我一起去超逼。啊，哈哈哈，没关系，哎，早知道就这样了嘛。哇，结果都死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撑到最后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杀人，不要杀人，啊、全都是自己人啊，啊，全都是自己人啊，啊，完蛋，队友要死了，哇塞，这个三号好厉害哦，哈哈哈，各种护，哎，早知道我就这样了嘛，救，快快，4，你不会放哦，你不会放哦。4，你不会放哦。4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上面。啊，左边。哦，所以你救起来是半滴血哦。哎，我又死了。哈哈哈哈，超血，有够雷的。哈哈哈哈，完蛋了，要团灭了。快，救。哎呀，要来力，不是啊，哎，结束了，哎，结束还会碰到哦，大家都活下来了。
这什么五人团啊？哦耶耶！早知道我就这样开了，我就不用浪费时间。好，来刺激哦，刺激哦！怎么玩？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哎，怎么玩啦、啊？他好像一开始要十字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哎呦，哦，波浪是这样吗？哎，等一下，靠背我荡了。啊！我随地大小便啊！为什么？原来这就是微波炉的大招吗？电磁波干扰断网路，这是微波炉观光团啊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一开始是波浪电子啊，上帝粒子舞蹈，这怎么办？啊！完蛋啊！完蛋完蛋完蛋！这个应该要躲那个缝隙才对。哦，波浪是这样吗？波浪舞哦，波浪舞哦，它应该有三种攻击方式吧？大招要来了是吧？哦，哦，哎呦哎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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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啊！我没办法啊！好了，来来救救救救！还好你无敌啊！哦，啊顺时针哦，不一样，怎么办啊？救不了救不了了！哎，怎么又死啊？哎，我看错只吗？没关系，只要队友活着，我们就可以一直看他技能了。这也是策略，我就不用自己玩了。这很快，这很快，这很快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要撑住，我要撑住。队友靠我了，这时候队友靠我了，我活下来了，各位，我活下来了，终于我没有雷了。又 carry 了一场，又 carry 了一场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比火柱好躲啊？哦，只能一个人去拉队友吗？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哎，连三套，连三套。哦、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！哎，这个其实比火的好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视觉上是因为比较细吗？那大招来了，哎，等一下，到底怎样啊？你们一直在那边爱的魔力转圈圈，快点啊！哎，不然等一下要宕机了啦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哦，等一下，哎，我没看到大招，哎，他大招是什么？最后大招还没放，哎，有点想看，哎，怎么办？我去拉他，拜托拜托，挡一下好不好？挡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，哎呀，不行，我报错边了。哈哈哈哈，微波炉给影响到我，为什么顺时针啊？应该也是他的特性。我宕机了。哦，好不容易本来有五个人进去的 ，Google 要说免费的，不然你想怎样？哈哈哈哈，现在我们要保那个呢，你要站我后面啦。啊，走。走哦，哦，居然躲过了！刚刚我应该，他居然穿过这中间了。我还是不要想着帮你挡好了，不然我会死掉啊！你站后面啦，大哥，你站后面啦。这个时候你要跑前面才对，不然你要死了。我、哦、差点跑过头，也只要撑到大招也是不容易呢。啊，糟糕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用过，不用过，不要管我，你们活着就好，你们活着就好。OK， 哎、okay, 对，互助会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先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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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来来快快快快快啊！来来来，还没救回来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啊，我们护盾，好好，弹回去了弹回去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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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拜托不要死，拜托不要死啊！切！OK OK OK，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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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要三保一了吗？好，反正啊，完蛋了！啊，完蛋了完蛋了！我把队友害了，我把队友害了，完蛋了！完蛋了 ！Oh no！ 我一直没弹，我错了，但是我又不得不弹了，不弹我要死啊！这个还算好躲，你躲外圈就好了。我觉得难躲的是那个波浪，其实真的难的是在组队的时候你会分心啊，其实专心躲就好了，但是你又想要救队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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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是分裂吗？那是所以还有四招还怎样？啊，完蛋了，没了，刚刚没得躲了，我应该跑快一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活着比较重要啊。哇塞，这好会吃哦！啊，不行啊，我们不会死啊！我在想，我不会死嘛，对吗？我无敌嘛！啊，要射了，要射了！啊要射了！啊，要射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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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射，要射了，要射了！好，上帝粒子，来来来来，都活了啊！啊，我没看到啊！算了，不要救我，不要救我，不要救我，没关系，不要管我，反正我哎，又死了，又死了！哎，分裂了，分裂了！哦，最终毒圈是不是？来来来，要来力了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他总共有五招哎，哎，这很慢呐、啊，等下会不会加速啊 ？DVD 是不是 ？DVD 在那边碰撞荧幕是不是？好复古啊！哎，玩到后面你才会发现吸血其实最强的呢，一堆子弹他都可以把它吃掉。哎，大哥你怎么死啦？我们所有技能都看过了吗？所有都看过了哈、哦。抱歉被撞到了，没关系啊，如果所有都看过了应该是可以了吧。 OK 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感谢各位观众努力啊，直接不分敌我啊，后面就一直分割，感谢各位配合啊、哦、如果单人玩应该真的很难看到微波炉啊，反正他的技能我们都知道了、哦、如果我早开组队可能早就看到了，都没撞到会不会判定两队都通关哦？我觉得应该是一直继续下去哦，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吗？反正就是一定要分出敌人吧，感谢各位观众的帮忙哦！我、哦、这一次应该是观众场最丰富的一次了、哦，所以只要有那个连结的，不一定要一对，他就可以玩。实在不行就宕机。对，最大的问题是还一直宕机，而且单人要看到那个最后就很难了。他那个分配的机制可以再好一点。点置顶，去关注我的其他平台。拜拜，晚安。